好，接着我们就还是去完成我们这个 detail 的这个部分。啊，这个 detail 的部分的话，现在已经到了最后一个部分了，是吧 ？APP detail 的 bottom 和 holder。好，那我们这里的话，同样去打一样的流程 ，view 点 inline 点一下它 ，UI util， get 一个 context， 这个 r 点 layout， iTerm 下面 detail， iTerm APP 的一个 detail 下面的一个 bottom 对应的是一个 column。好，对应的去创建一下它就可以了哈。然后创建之后的话，把这个脚本给它 copy 过来，看一下它。啊，这是它的一块内容。好，这个时候我们去覆盖一下它。好，这时候看一下它有没有提示。啊，它这里需要一个 snapshot 对吧？好，那行，给它一个 snapshot， 很快的速度创建一下，对应放到左耳朵目录，对应下面写 snapshot。好，对应的话就是一个 iTerm 左耳朵。然后它是一个 BTN 的一个什么东西啊？没找到，没找到的话，我们去看一下目录。啊，这个看一下 resource 下面的一个它，打开一下。好，这个图片的话，其实一看的话，啊，应该就是它了，对吧？啊，不对，啊，应该是一个啊 detail， 应该就是它，把它给加上就可以了。好，这个是一个09去掉，这个是 normal 的话就把它放到前面来就可以了。Priced 对应配置一下属性 state 下面的 Priced 等于这个 true 啊就可以了。好，这边的话没报错的话，我们就把 ID 复制一下，然后对应去生成一下根部局，有这个 view 对吧？好，这个 view， 好，对应的话用 view util 去 inject 一下，那就是 this 下面的 view， 对应的话我们去找一下就可以了。就是 view 的一个 inject 的 r 点 id 下面的它一个两个三个，它这里的话有几个，一个两个，然后这个是一个 share， 这个是一个下载。好，这个的话我们去写一下，这个的话就是一个 button， 对应的话是一个 mbtn 的一个 share， 相当于是分享是吧？好，这个 favorite 的话应该就是一个收藏了 favo。好，这个的话就是我们的一个 download。 好，这样就 OK 了。好，这里的话 OK 之后的话，我们重点是去关注它的一个点击事件对吧？好，比如说我们在这里的话，就把它三个给它设置一下点击事件。比如说在这个地方的话 set on click listener， 等一下 this， 同样三个复制一下就可以了。它实现一下这个接口，实现一下相关的方法。好，这里的话进行一下 SW 判断就可以了。好， SW 判断的时候的话，我们就去做一个操作，那就是 V 点给点一个 ID。 好，这个的话就是 R 点 ID 下面的一个它啊，复制一下。好，对应的话就是一个 share， 还有一个 favorite 是收藏是吧？好，点击事件去看一下有没有。好，这个就是我们的一个它，对应的用 UI util 给的一个 context。 好，复制一下。好，这个 ID 拿过来。好，看这写不着。好，运行起来看一下。好，点进来之后的话啊，就没啥问题哈，下载也有了，收藏也有了哈，这块就没啥问题了。好，这块的话就相当于布局完成了啊，没有什么难度啊。